这地方有点面熟啊，你打过宝坤的地儿。那这条街颇有纪念意义。牛兰杰，哎，说到这儿，你还欠我头牛啊！到了淡州买给你，幸亏娶了淡州，幸亏遇到了你，要不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的妻儿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心中的怨恨给抹平。还钱。谢谢你。哎，你再说谢，我吐给你看啊。 和牛还没给我，我干嘛要死？你倒是涂药了？除了，那就好。你先走。你不是涂了药吗？这儿成绩术，八品高手，一身狐狸。 运气不错，我真气一旦爆发，打他不在话下。我死之后。
大人，醒醒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先莫动，验过伤之后再动。检察院的同僚们马上就要到了，叫醒他，他醒不了了。大人，大人。 已经断气了。你不是说你的命只为家人活着吗？不是说一有危险你就先走吗？说话为何不算？ 大人，大人，让开！大人，他活着才能查到幕后真凶，才能为滕子京报仇啊！
谁来审他？检察院。帮我把滕子京送回范府。是大人。明天我去检察院问结果。大人，我送您回府。不用。不管是谁想杀我，我给他机会再杀我一次。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听说了。都过去了。找个人帮我转告二皇子，路遇意外，今日怕是要失约了。若若，咱们不回儋州了。